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本书，这一本书 book 书啊，书的名字叫做我饿了，I'm hungry，我饿了。好，看一看图片上的话。你看到什么？啊，让我听一听你说一下。哦，是苹果，苹果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里还有，哼哼，是西瓜，对，西瓜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草莓。这个呢？梨。香蕉很棒，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好，我们来再来读一次，这个是我饿了，这是一个小猪，哭哭哭，小猪，哼哼哼，小猪，好，小猪说，我饿了，我要吃。苹果，我要吃苹果。好，小猪还说，我要吃香蕉，我要吃香蕉。我要 I want to eat 香蕉，香蕉。我要吃香蕉。好，看下一页。这里，请你试一下。Can you try to read the sentence by yourself? 我要吃梨。我要吃梨。好，下一个。要吃，吃，这是什么？草莓，草莓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次。我要吃草莓。下一个，请你试一下。Can you try to read the sentence by yourself？我。要吃葡萄，葡萄，好，很棒，好，下一页，啊，请你说，我还要吃西瓜，我还要吃西瓜，西瓜，好。最后一个啊，我吃不下了，吃饱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恭喜你，我们读完啦，哼哼，好，再见。